深呼吸哦，吸气。手戴拳头，轻轻竖一口气，护士将针注入去动脉内底，温暖的热血慢慢啊流出来，将关怀者爱心装作一袋一袋，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使用。因应冬季较容易欠血，台中关怀中心就甲病医来合作，伫保利举办关怀活动。冬季大部分是捐血中心都比较缺血哈，那缺血的原因不是说要去捐血的人比较少。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冬季，这个感冒会比较多啊，一些零星的感冒，那它会降低血的品质。那我们的台湾的捐血中心是对这个品质非常的重视哈。护士小姐趁着休困的时间，小少来关怀，由平常时啊徛在第一线抢救病人的医护人员来带头做起，为因的工作经验上会当体会到关怀一滴救人一命的重要。就是会觉得说，看到尤其有时候会觉得说 ，O 型的血会比较少，我刚好是 O 型的。那有时候真的看到病人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帮人家一份的心意，那就是帮一份的心意。在医院工作就会看到很多有时候病痛啊、手术的病患啊，然后会觉得就是捐血真的可以帮助，实际上帮助到别人这样子。这台关怀车就停在病院门口，那是医疗人员利用时间共同来参与。一挂陪病人看医生的民众嘛，摕着证件、磅体重，准备捐输爱心。虽然抽血针比较卡粗，不过一点啊都袂感觉疼。会觉得痛吗？不会啊。刚开始很害怕，很害怕打针啊，那个是铁呢，又不是人家一般那个什么。刚开始会有点害怕，现在不会啊。刚才这样针扎下去会不会觉得痛？不会，因为他们技术很好，哈，我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抽走了这样子。关完会了后，会当坐伫边啊休困一下，啉着关怀中心准备的牛奶甲饼，补充体力。回去了后，买较食啉滚水，促进身体代谢。记者家己采访报道。